树立公正、无畏、积极的公民意识，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和建设发光发热。您好，我是龙雪华堂总秘书杨有为。您正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durianfm.com。大家好，我是凯明。九高照，我是伟儿。刚刚我们说到是世界各地都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威胁，那么除了这些国家之外，还包括了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航空呢，就是在昨天23日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恐怖袭击的威胁。而这威胁呢，是来自一个叫做 Mujahid 的一个推特账户，他在上面就写着这个他呢会去把猎杀这些非穆斯林教徒，然后这个新加坡其实一个班机呢已经有炸弹在里面了，然后同时也威胁这个中国呢会就是灭亡之类的。当然这样子的恐怖威胁就受到了当地的这个机场的保安人员就戒备啦，就停下了这个班机呢去调查这个炸弹威胁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么经过调查之后，他们是发现飞机上面没有可疑物品的，所以算是一个炸弹，就是炸期的一个弹了。但是这个疑似中东男子的这个推特的网络呢，就警方还是展开了严密的调查，去调查这个推特的账号到底是谁，然后为什么要散布这样子的恐慌，散布这样子不实的谣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要比如说如果今天他真的对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单位有这样的仇恨心，他想报复，你会事先跟他说吗？我要来砍你了，你都几时会来砍你，还是什么时候，你会事先跟他说吗？我觉得应该不会。那正常状况下都不会来，应该这么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去攻击一个人，你不会事先通知他的。是，但是为什么他抱着一种心情，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事先通知你，然后他就制造了一种恐慌。那这种恐慌呢，就让人家觉得说，你不会知道我会不会攻击你，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攻击你，我就要造成你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恐慌。这是心理的恐怖袭击。对对，这种是比较偏向于心理战的，他就是要制造一种那种白色恐怖，让你去每天活在恐惧当中。而这种呢，他可能根本他的对象也许不是新加坡，搞不好就是新加坡周遭的国家，或者跟新加坡有来往的一些国家。可能是这样，他让你看到我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我现在不告诉你，但是我就跟你说我会攻击你，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攻击你，你也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在哪里攻击你。这种是非常恐怖的一种，怎么说呢？这种阴影啊，你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因为他在暗你在明啊。或者说你也可以是一个阴谋论，就是每天都提这个东西让你习惯了，可能之后就是所谓的狼来了下不去，就是说的狼来了说多了，你以后就不信了，可能就来一个真的，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麻痹这个人的防范性吧。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子的做法都受到这个警方方面是很严重很严密的看待，所以如果不把这个推特靠背后的这个人抓出来，相信民众都不会安心的。所以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相信就是要把这个散布假消息的人抓出来。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呢？还是没有办法确认。至少目前为止是发现飞机上没有炸弹，就现在没有。像我刚才就说了，他给你一个心理上的恐惧，然后他会不会现在做你不知道，你这一班飞机没有，下一班航班会不会有呢？你很难说吧，对不对？他并没有跟你说是在哪一个航班有这样子，他只说 Singapore Airlines flight I has a bomb on it， 我看到他 Twitter 这么写吧，对不 对？他只这么说，他并没有说 Singapore Airlines 哪一班航机他会有这个东西啊。对啊，是只是警方是看到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消息公布后不久啊，就可能有几个航班，他就检查了几个航班，可能就这样子耶。所以这防贼千日真的不是办法，真的是需要去想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来看新加坡机场，除了这个炸弹威胁之外，最近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新加坡的机场出现了一个机场难民这样子的一个人。也不算，就是这个人呢，他是没有房子，没有住家的，所以呢，他们与其就是去想办法去跟政府接触，或者说去
政府的救济去有一个临时的房屋这样子定居，他们选择在机场去定居，主要就是因为机场上面有很舒服的冷气，而且有这个免费的上网，还有各种一些这些厕所啊，至少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他们与其是跟政府去住政府的这些津贴的这些庇护所，他们更愿意选择住在这个新加坡的机场，而且他们已经住了7个月了。嗯，这个并不是一个人啊，是一对年轻情侣了、哦、啊。对对，所以这个新加坡政府可能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机场还比收留所还来得更舒服。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形，是不是你机场是人家来来往往的嘛？它是一个，你看我这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很多人呢就是在于门面功夫要做好，但实际上要用的呢，它并不见得有这样子的豪华这种感觉，舒服的感觉。当然话又说回头，如果这些庇护所或者收留所做的那么豪华，做的那么舒服的话，这样它跟酒店有什么分别？那么可能大家都不做工去住庇护所。对啦，就不用去买了。对，所以这些它肯定有它的这些考量存在了，只是说你没有在机场睡过。嗯，我是在机场睡过的，所以那感觉怎样？感觉是怎么样 ？OK， 你看有时候我们，你看你在一些国际机场啊，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些游客滞留在里头，有些可能是航班延误，有些可能是基于其他原因，但是肯定还有一般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省钱，省钱为什么？就是可能要搭下一个航班，是啊，他们就不愿意去租一个酒店，就是在转机的过程当中，这个航班之间有一个时差，这个、他们就不要去找酒店住，就住干，反正我只是。我又没有去走，我只要度过这几个小时或者是一个晚上，他就选择在这个机场里面过夜，因为可以省好多钱呢。啊，那这个机场如果舒服的话，比如讲像KLIA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KLIA2， 马来西亚的这两个国际机场啊，我告诉你，确实我去过其他不同的这些国家，但没有去过太多了，但起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机场我去过，我敢说马来西亚的这两个机场呢，绝对是数一数二舒服的，可以让你在那边过夜的机场，因为很方便，厕所也挺干净的，又有的上网，又有的24小时的一些餐馆就可以给你吃，然后椅子啊或者一些地方都可以在那边睡，所以其实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是啊，如果说回来，这选择其实还算真的是还不错。你要看到、哦、这个男他们不是没工作，他们是有工作，只是工作是太微薄了，工资只有500新币。500新币哦，你在新加坡500新币你怎么生存呢？所以你看他说只够买食物、香烟和支付电话费，根本没有办法承担一些房租啊。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宁愿选择在机场睡。都好过在其他地方睡啊。嗯，你看照片，他们就是拿着两个这个手推车，然后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在地上铺一个地毯跟两个枕头，就在那边睡了。嗯，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厉害。不过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就是他的身份背景都是男方呢是因为离家出走，然后就可能就也没有钱嘛，就离家出走，本来是住在朋友家，但是因为朋友总不能养你一辈子，所以最后也是在机场了。然后另外一个他的情侣或者说他的女朋友女伴呢，就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没有人要无家可归，才出现了这样子，就选择来这个机场陪男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都是一些家庭破碎的人士在因为可能家庭有问题，所以面临就是你生活上的选择，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生活，所以也不简单啊其实。所以看得出人比人就是气死人，就是在这个新加坡方面就是可能就是这两对情侣是没有人要，但是在中国这方面呢就很多人开始就是因为二胎制嘛，所以出现了新的这个二胎制之后呢，就有一些新的潮流，就是中国的很多中等收入的家庭，就是他们有能力去抚养第二个孩子，所以就这群家庭呢开始会想要生第二个孩子，而且是一定要生女生，所以这样的想法或这样子的这个潮流算是中国很难得的，因为在之前一胎制的时候，很多的中国家庭都宁愿选择生男生也不要生女生，那么现在有了二胎制之后，变成第二胎每个人都坚决一定要生女生。第二胎是坚决要生女生，应该就是因为你说第一胎已经是男生了嘛，所以下一胎绝对是要生女生、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就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的养女防老其实比养儿防老更可靠。简单说，就儿子长大之后，很多时候女儿是比较愿意去抚养这个父母亲的，多过男生。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有事实根据的，确实女儿会比较怎么说呢，亲家里。
就是大部分呢、啊，我不是说全部，就是大部分，因为毕竟男生呢，很多时候会比较外向，会比较往外冲，而女生们，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也是很多女孩呢都会比较向外去发展的。但是回归到一个比较总的来说，毕竟女孩子她们再怎么往外冲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家里。但是有没有想到一个点啊？女孩到最后会嫁的。女儿到最后嫁出去，嫁出去过后就是人家家里的半个女儿了。然后人家这在中国一种观念呢、啊嗯，就是女儿嫁出去等于泼出去了水，就是收不回来，就收不回来。我觉得这种说法，但有一种歧视的这个歧视的这种概念的观念了、啊。但是它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华人社会当中，你没有办法否定的一件大家默认的一种观点。不过这还好，毕竟我之前去中国的时候，的确听到有一群这个大妈他们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养女方啊，就你刚刚说嫁出去就收不回来嘛。但是他们很多说，因为是嫁出去，因为是嫁去别人的家，所以这个女儿反而会就是一种心理，就是我要更多的回家去探望父母，因为我已经嫁出去了，我已经更加少会接触了。其实反而就是引得这些女生啊，这些嫁出去的女儿，她们更加有意识想要回家去探望父母，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养女防老比较可靠。会不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受了一些欺压或者打击啊，或者一些欺负才回娘家的，才想到哎呀妈妈多好，爸爸多好啊，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很难说一个准，究竟养儿防老呢还是养女防老，我觉得都不重要。最重要并不是儿子还是女儿，而是你的这个孩子呢本身如果懂得孝道，那无论是儿子女儿，他们都应该知道要怎么做，而不是只是以男女来分别究竟谁比较孝顺。嗯，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呢，就由这个美国的北京大学的这个博士专家呢，他就说这样子的观念转变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这个性别失衡的问题，就是男女的人数的差别的失衡问题。但是虽然他是这么说啊，可是我们从另外一则新闻就也看出，其实这个对儿子的执着还是非常的强烈的，中国的这个父母亲的这方面。因为中国最近有一个新的这个什么药丸，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个药丸叫做生子丸，在香港了，这个应该是在香港吗？在香港、okay. 很多中国人就跑到香港去买。然后这生子丸主要是干嘛呢？简单说就是可以增加你生孩子的几率，吃了之后、所以就出现了有大批的人就去抢购这一个生子丸了。但是其实在科学上面的这个看法呢，是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是可以证明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你生孩子的几率比较大的。你看这我们一说它就变成是一个广告了。毕竟这样子的一个药丸呢，它本身根据中医科学的这个医生呢，他们就说了，其实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它主要功效是为这些女生呢补血强身调理月经的，所以并没有提到说是可以让你提高生男孩子或者生儿子这个几率的，只是可能有一些误传呢，大家认为说，哎，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它名字叫生子丸啊，对不对？所以就有这种误解了。那当然，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刚刚说的养女防老，你看有时候华人社会是挺现实的。你生了孩子来是干嘛的？防老啊，还是来做么的？你是为了希望以后我老了有人照顾，所以我生了这个孩子出来，还是因为你跟你的这个另一半有了这个感情，你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爱的结晶延续下去，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生了出来，还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很多人生孩子的原因都不一样，有些是莫名其妙不小心生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华精神，就是我们推广这个孝道的副作用啊？就是大家都很自私啊。如果说你为了是养儿防老或者养女防老，是为了你自己一个自私的一个心态。其实生了孩子过后，就是理论上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会不会孝顺你，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你不能期望说你生他出来是为了来孝顺我的。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有点不对了。你这样子传下去的话，你只会制造了更多这种自私的这些人出来，大家都希望为了自己的，然后我去生产了某一些东西出来，为了自己的这些利益所在。对于这种想法，可能就也参考一下西方的这个亲子教育是怎样了。